嗨，各位江湖笔记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你们来同奈边河这边一个秘境里面，一个巷子里面，来吃一个泰国虾哦，它很大只哦。那这个地方呢，也只有在地人知道哦，吃泰国虾的地方。那我带各位进去看看。狗狗还戴手机，戴墨镜。这是这边业主自己养的鱼哦，池塘蛮多鱼的，新鲜。各位，我们的虾来了。各位可以拿一只虾，这现在很烫啊，我可以拿放在你的脸上，放脸上啊，我的脸多大你们可能没办法，这个虾可以跟一只电话相比，你可以夹在有没有，跟一个杯子一样，与龙共舞有没有，好烫好烫好烫，与龙共舞，这边的虾很大只，好笑啊，与龙共舞，与虾共舞，有比较大，对啊。好啦，现在来吃虾了啊！这么大一只啊！很好哎。哎，他怎么跟 YouTube 的时候就跟你这个跟泰格这个酒瓶是一样？哎呀！要不然要陪他聊。各位，看看虾膏。没有，你从来没有在陪他聊这一块。虾膏。你我不知道。哇！虾膏，虾膏，虾膏。各位看。疫情期间啊，只有找这种在地美食巷子里面的东西啊，还好吃。
那个在很尖尖的地方，你说那个分不出来，就这一块吧。很明显的一个，当然这个它这个虾是可以剥起来配这些什么青菜的什么什么小黄瓜这些来吃的。哦，看，对对，虾膏啊，虾膏啊。哦，他不是讲，我可以帮他剥。对对。越南这个，他们用米做这个皮啊，来包包这个虾子来吃。对，看这个不大。虾肉拔下来了。然后它这个皮啊，上面弄了点水啊，再弄一点水。然后呢，把这个虾肉沾那个类似鱼露吧，沾着。放下去，然后小黄瓜，然后他们的这个香菜，应该算香香菜吧，可以吃。然后再弄一点这个什么，米线呢、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包，反正就是这样沾一沾，这样弄一弄。然后呢，把它卷起来。各位，我包的不是很专业，很专业哦。但是能吃就好，能吃就好，好吧。哎、嗯，妹，怎么粥呢？粥，那为什么那个粥？嘎糟。嘎糟。接下来是那个鱼粥怎么讲而已。里面的蟹膏。应该虾膏吧，虾子虾膏，啊，对，满满，嗯，它里面那个头那个中间有那个它的胃啊，不要吃到。虾膏吃完了，口齿留香。卫生纸啊？我看到你，然后就默默的去拿卫生纸。哎，我看到他，我知道，我擦，好不好？什么声音？我水上来，水涨潮的声音。笑什么？
个真的很好吃。悠悠介绍一下这是什么粥啊？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点的人不是我，你可以去问一下点的人吗？人不是我杀的。鱼啦，嘎粥。来吃咸粥啦，都是满满的满满的鱼啊，胶质啊。等一下，等一下。重点是它的味道，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们吃的。我们公司去外面的粥，我都不太喜欢吃，我都觉得怪怪的味道。烫，可以多看一下。中越区我们还没有吃过这种粥，有啊，有什么那个猪杂粥啊，猪肉粥啊。我们有吃过边河那个，那个我觉得内脏会好重，那粥又是甜的，我就内心想说你加的粥好喝，所以还有的什么味精吧，有可能，反正就是很不好喝。它的粥的咸味啊，是鲜甜的。我吃过很多，它这样好多黄金。越南的在地小吃哦，真的是要有知道路的人带进来吃会比较好。你今天在单人吗？好，鱼肉啊，吓到我。鱼肉是单个的，这个鱼。快点加加一块鱼肉给各位看，这么大块。它那个辣椒真的很辣，我是沾着它上面的辣。那你就是可以用沾着就很辣，因为就是你就是把火锅吃到怎么样？没有，很少。好啦，我们已经吃完这整桌了啊，对吧？泰国虾大餐。那总共吃四个人吃的是150万，四个人吃了50万，那这个价钱我觉得还算合理啊，经济又实惠。那我们下次再分享那个越南的美食好不好，巷弄内的美食。那我们下次见咯，我连按都没开始按，你讲好就好。